我们在第五回合，我们使用狼飞皇走到和尚在旁边，然后我们之前的影片没有成功达成这个条件哦。好，但是呢，走完之后呢，还有剧情要把夜幕打败。太好了，突破防线了，赶紧将何师弟救出来。看来不能再与我们这样玩个下去，下一招就结束吧。我便用上我所精制之毒烟，灵魂毒心烟，强行让你们失去意识。阎王爷，唐三长对这名字很熟悉吗？没错，那就是我用来对付你的毒物。就算是你，也要运行心法进行驱毒，方能保命。不过呢，那好似这种毒，毒是要花我不少银两和食物。莫非紧要关头，我还真不想浪费。但要是让这群小鬼渗透此毒，恐怕将会导致脏腑尽毁，今生再也无法练武。最终，他们只能为自己鲁莽行径而懊悔。那样的情景，难道不美吗？既然这毒这么可怕，就请别用，夜幕。若是你让我弟子再也无法习武，我就算醉你这天涯海角，也要废你的武功。哦，是师父，你们也来了。哼，镜火红莲柳心平，还有前辈欢楼门客烟雨孤蝶林楚楚，两位贵客大驾光临，原谅在下有失远迎，只是现下这么状况，还真不欢迎两位前来。尤其是你烟雨孤蝶，你可知楼主遭你背叛，心有多痛吗？这就是我选择的道路，我所做的飞刀，如今只为赎罪而杀。这世上的恶，少一个是一个，而你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杀掉。纵使杀的人不同，但归根究底，你依然不离杀手的本质。不过，就算我能握有王牌，那面对银两的围攻，要付出的代价依然太大，我可不想亏本。我可以给你面子，放弃这几人，但何长队，我可不会拱手交还呢。哼，我们可不会轻易放你离开。三长师兄，请先保护长队不被带走，我们将带回阁中，请道恒医治他。哎，就交给老夫吧。好小子，你可无恙，来，与老夫走。唐师傅，小心！何老，唐师傅，三长师兄，金师兄，去吧。是，唐三长啊，你万万也没想到会有被弟子反扑的一天吧？我已经可以预见这只虾影阁最后的下场。为了拯救弱者，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就不念了，后面太多了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完成这个条件之后会拿什么东西。你这边上一期就已经讲过了，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了。那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把它干掉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够失手。
好，这边打赢之后呢，就跟昨天剧情一模一样。看一下特点，哎，还有，淹没一战抵达合场队身边，然后达成条件会得到四圣运空伞两个，然后成功阻止刺客直杀唐三藏是沧浪铁甲金鸟中卷，然后找到唐三藏与谛听主啊是银票一个。